睫毛打底怎么卸干净？一，先将双手清洗干净，然后在干净的卸妆棉上倒入卸妆油或者是卸妆水。二，将含有卸妆水的卸妆棉轻轻地按压在整个眼睛部位，按压20秒左右之后，然后从内眼角到外眼角轻轻地擦拭。三，反复擦拭之后，取干净的棉签，用棉签再次沾取干净的温水擦拭睫毛打底。四，用温水清洗整个眼睛部位就可以。在卸眼部位置的彩妆时，建议最好使用眼唇部位专用的卸妆产品，动作尽量轻柔，不要用力去揉搓，要用手指轻轻按压，避免对眼部周边的皮肤造成伤害。注意，敏感肌皮肤在使用化妆品或者是卸妆品的时候，要注意产品成分，根据自身的皮肤状况进行选择。